要起来吗？换一下。你伤到我？还好，但是我撞到了下巴。这些绳子真的太容易绊人了。你记得在沙滩吗？哦，我看见了钱过去了。我给你们做一个创意小早餐。早呀，姐。你这是大早起来准备早餐。嗯。妈呀！鸡蛋在里面。还有点西餐的感觉。你发了什么吗？没事，姐。没事了。嗯。就是你俩想自己把这事儿干成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好。好了，是吧，哥？嗯，我就煎个蛋就完了。这还有一点，你要不一块儿？不一样，那里是啥？这里面是肉。哦啊不啊不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，离远点。我怎么总受伤啊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醉了。差不多。OK。今天早上全是鸡蛋，又全是鸡蛋的一天。他们都不在啊？都不在。放这吧，我来自己吃吧。时间比较不好拿捏，咱也只能这样了。谁到了谁吃吧。你尝尝火腿的那个。怎么样？会吗？我想吃一个你的丸子。散了吗？一个丸子入口即化，喝个优酸乳。